这样发牌的，360度旋转，完美发牌，省时又省力，你值得拥有。而奇葩却是这样玩牌的，左手摔伤了没关系，我还可以这样拿牌，以后打牌再也不会累，牌友有福了。天才是这样玩球的，而奇葩却是这样玩的。天才宝宝是这样打针的，